行动中，我们在联合体系支撑下，立足实紧、实按、实战，连续开展联合收反潜、联合封锁、近距反击等科目演练。 新闻也一直报说，就是中国那边一直在演习，然后干扰我们的台湾海域，但是感觉就只是一个，那叫什么，吓阻吧，不然就是做个意思意思这样，对吧？感觉要真的打过来，有点难。虽然说可能有可能，但是应该有点难，对。